啊，伊个金金都无看破啊，好呀。哦，拢无看到。拢无看破啊。无咯，这爱去无？看无。你们看见这个金色的啊？金色的就是那个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啊。现在这个圣殿上就是阿拉伯人管理的，阿拉伯人就是以前他们在圣殿只有这个留下来，所以他们就是对着这个库城去祷告，而且以前就是说这个库城的范围就是最接近他们圣殿里面的至圣的地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啊，这个是用来纪念，就是提醒，纪念六百万年的大屠杀，犹太人啊，就是纪念，就是提醒他们的国民，他们要永远的支持着，不要倒下来。先知穆罕默德，他的这个石头升天，还有基督教来说，就是这个石头就是也这个他们祖先阿拉伯杀，就是要拿他的儿子献祭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是烟土吧？第二站，那么第一站在哪里呢？在对面就是一个学校，在对面。OK， 我们不可以进去的。现在，因为现在变成这个学校，这里是第二站。他带这个荆棘，对荆棘的冠冕啊，在这里欺负人民的这个马赛克族。第三站，那个铜像，第三是吧？罗马树木子，第三。在这里，这是第三站。就是铺着这个石头是半圆形的，圆形的，就是这个。这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在这里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哎，有可以这样。这个是吧？他们在这里，知道吧？这个是。看见他的母亲。耶稣背他的十字架，因为有一个罗马的官兵说：“你过来，你给他背。”他就没有办法，就是给他背一个十字架，帮耶稣背这个十字架。OK， 所以那个天使就说：“这个塞门，这个四门啊，他从这个地方鼓励来。”这个地方怎么样？因为有些第三杯的就是塞本斯。现在来这里是第六站，第六站就是当耶稣在那里十字架扛不住了，扛不住之后，那个士兵叫个人来来来，你帮他扛，对不对？继续走，走来这里之后，在人群当中，忽然间有一个叫做 Veronica 这一个女人出来之后，哎呀，好可怜，我帮她擦脸，
查一查之后，那个手机呢，现在在罗马的梵蒂冈里面。他说那个手机里面有耶稣的像，就是讲述这个故事。这是第六站。接下来刚刚是国路的第七站，讲的就是耶稣第二次跌倒，在这里扛十字架第二次跌倒啊。第五次的时候是扛不动，叫一个人来帮他扛一下，然后第七站是又跌倒啊。耶路撒冷的妇人不要为他哭泣，要为他们的将来哭泣，因为将来他们的圣殿要倒下去。OK， 我们的纪念就是这个事情。你这样。是第十个站跟第十四个站都在里面啊。第十站跟十四站拢在内底。耶稣当年就是在这里钉十字架。等于是个宗教的团体去负责的啊。你们看见上面不是有个楼梯吗？对，楼梯。OK， 这个楼梯留在这里已经120年了。120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台，楼梯的地台是在阿玛尼亚教的地方，可是这个窗口是叙利亚东正教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教士，他又清洁这个窗口，然后他们就跟他说，为什么你占用我的地方？因为这个地台是另外的宗教的嘛。然后他们就是为这个小事情，老是在斗争。从此之后，这个楼梯就留在这里，没有人敢碰它，因为这个窗口属于另外团体，这个地面的地方是属于另外一个团体，所以他们不碰它，就不会有再有纷争了啊。因为这个教堂比较负责，每一天这个教堂的钥匙是有一家人阿拉伯人拿这个钥匙，因为这里有六个宗教团体，对，每一个人也拿这个钥匙，所以他找一个阿拉伯家人。每一天5点，应该是5点钟，他们好。这里所在就是，人啊，司机在这用抹那个橄榄油的地方哈。好，接着第十步介绍。立起来插下去，结果地震。不好的地方。对呀，这很近。为了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已经还给他们，让他们自治啊。为了他们以色列的安全，他们就筑了这个围墙。我们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开车经过，他们就是这样打击他们啊。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以色列时候本来这个教堂是拜占庭建的，然后它倒下来了，现在多起就是在原地多盖一次。到公元1099年的时候，十字军来过这里，他们看这个好像不像教堂啊，然后他十字军在这个教堂改成一个管制这个地方。本来最上面的那个是64级的时候拜占庭的时候啊，然后中间的那个呢就是十字军的时候，他们将这个门口改进一下啊。到现在的那个就是奥斯曼的时代，奥斯曼就是土耳其。Yeah. The way you have to bow down to。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教堂其中一个啊，他们现在就是做这个维修啊，要维修这个屋顶啊。本来的屋顶好像这一边啊，这个木头是从黎巴嫩运过来的，这个是上海木。You see on the。所以总共这个教堂有14个。他们用这个材料是这个拜占庭时代的。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家发现的。天主教的教堂，1800年建成的天主教的教堂。有啊，因为现在他们在维修啊。本来我们可以排队走进去这个他真正的出生的地方，我们现在不可以，因为他们维修关门。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最近这个洞穴，就是耶稣出生的洞。关了一个门，所以我们不可以。